무대장치가 없어도 노래할 수 있어. 大家好，我是松碰。本部片是我们咖啡饼干的初步分析。首先就直接来切入一下主题，因为资源型的人才还蛮多的了，所以这一支就不是优先要练的饼干。我这边建议是先把其他的，比方像我们的前排啊，或者是我们的输出以及补师等热门人选的饼干培养了之后再来做考虑哦。技能的部分可以说是石榴饼干的延伸版本，多了石榴两秒钟的持续恢复时间，同样都是17秒的冷却。撇开攻击来说，多了 10% 的防御力。以及点一百分比的提升，这个百分比的提升懒人包大概是这样子：正常的队伍被海妖精晕的话是会被晕三秒嘛？就如果你没有任何减益效果的话，而如果是在帕菲饼干的技能状态下，则会提升 40% 的抗性，这个晕眩的时间则会降至 1.8 秒。这一点算是蛮有感的，对于部分的 PVP 来说是会有帮助。但现在 PVP 这种大爆发的时代，持续恢复以及这种偏防御的技能体系其实是不太适合的。配料这边主推的话是我们的冷却配料，那如果伤害抵抗不够的玩家也可以考虑试试看所谓的我们的三冷二抗。那冷却的时间的话只要大于 11.8%， 一样是可以拼我们开场4秒哦。副武性的话则是推荐了我们更多的冷却、伤害抵抗、攻击力、体力还有减益效果。那接下来就让各位玩家来看一下我们帕菲饼干在竞技场的表现，影片的最后也会附上一下我在改版直播中深海墨鱼地西街帕菲饼干的搭配表现哦。这个对面的这个是勇敢防守阵吗？신사승려여러분환영합니다모두비켜가자가다의맥스입니다가다의힘을물러설수없어요견디는가다의힘을가자모두비켜好，他们的输出都不见了，我们再用薄荷，然后再咖啡。가자모두비켜가다의힘을其实持续恢复。加减益，我觉得竞技场上面用攻速队，感觉它的效果是算美败。如果你是打两波以上的持续战，因为如果你们像比方说好了，我的香草如果被晕倒，或者是我的香草就是在人家还没放到之前我就先开盾了，说白了点，那个补量也是易补嘛，就是浪费。那帕菲饼干它这样子持续的恢复，我觉得以多波来说的话算是不错的，它的补量因为它是持续慢慢的补嘛，当然没有像薄荷立即补这样子，但他们两个这样补起来还 OK 吧。我觉得这个表现算是还可以，那现在就是来试试看它的，我来探索一下饼干的可用性。好，我们这边是先开招吼，我们那个帕菲是先开招完，感觉我要带，我应该也是要带钟表。향기로운밤이되게클라이맥스입니다오클라이맥스입니다我们刚刚是事先先开简易耶，我没有想到我的奶量可以打过他的加倍啊，是因为我有马德莲，他没有马德莲吗？然后他是用草莓的关系吗？他的伤害确实是比较少，他的伤害在于是他是想要打我们那个59秒到50秒之间紫丁香的那个加海妖精的爆发伤害嘛，但我们中间的那个简易好像有点让他的，就是因为我们晕的时间，我们醒来的时间比较快，加上我海妖精的冷却其实是 8.7%， 不是 11.8%， 所以我们好像都有点让他节奏乱掉。好，我们看恢复量好了，恢复量的话，因为我们的那个帕菲饼干有多放一次吗？有多放一点点是不是？我的防御队伍是勇敢防御阵呢、好，晕放补，啊，你怎么就死掉了？哇，天哪，我被剁爆了！如果我硬是把它多一个位置，不是给香草，我反而是给一个持续补量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这样子有点回归到像当初我们用紫丁香加那个大叔的本质吗？好，先被晕。我的帕菲被勾到了，帕菲放招。好，现在在这个征服状态哦，被晕。好，大家立刻解晕，有没有？帕菲饼干的优势，帕菲饼干的优势出来了。好，再放，好，被晕，然后立刻解晕。
咖啡饼干好像有做事哦。被晕到立刻解晕，被晕到立刻解晕，没有啊，就晕的秒数降低了嘛，对不对？欸，好像有做事欸，你是不是有在做事啊？那个咖啡饼干，你是不是有做事？你刚刚那个东西那个表现有点特别哦。好，这边这样断到了。哎有哎，他先放招了呢。哇，秒解晕呢！哇，好帅哦！等一下，这一场的那个咖啡饼干有做事哎，哇！然后这个蠕动看起来特别带劲啊，哇！哎，他有做事哎，这场有做事，这场有做事，这场有做事，哇！这场我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我们这个防御阵它确实是有在那个中间的那个空窗的时候有做到事，海妖精的晕确实对我们的效益比较小，但我们在倒数一分钟的时候那边稍微微微的抖一点点。对，补量的话哦，帕菲你该不会真的想要挑战上古吧？我的天啊，OK， 好，来测一下吧。这个我们带帕菲饼干，然后带戒指的触手。戒指触手这个它的晕是比其他几只都还要来得凶猛的。应该是先放帕菲饼干吧。有晕的时间变得很短，我们继续用帕菲饼干，可是伤害，哦天哪，有没有看到第七阶的伤害？我的妈！我，阿公被断招了，等一下。鲨鱼宝贝，等一下。我的天哪，吸血鬼不见哪。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第七阶的东西？你看简易也没有用啊。然后你简易爬树提高了，你角色还是被来。前面感觉你前面前几阶你用这个去打触手我觉得 OK 赞赞，但后面第六阶第七阶大概答案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先说一下我打这个墨鱼啊，我很感谢其他大佬也帮我一起打，但大家打完的时候就全部一直海滩椅海滩椅海滩椅，所以打我这东西真的不用等。然后我们打墨鱼第七阶有没有要等六个小时？我们主力全部要等六个小时。加油好吗？就是这样 OK 好，我真的是
那简单的初步分析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之后录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队伍搭配都会再做更新哦。我是碰碰，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